今天讲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找回你的 WiFi 密码。首先，第一种，我们打开命令行，然后在这里输入好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看到用户配置文件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找的密码的配置文件。然后接着第二行。好，然后在安全这里，我们看到关键内容，这个就是密码。接下来我们用第二种方法，Windows 键加 I 键，然后点开这里网络和 Internet，打开高级网络设置，在更多网络适配器选项这里。我们现在看到现在连接的就是这一个。然后我们双击，在这里无线属性打开，这里有一个安全面板打开，然后这里网络安全密钥显示字符，这个就是 WiFi 密码。